让见习编剧们找到心动戏的灵感，我准备了影视剧常见的心动道具，一起体验一下吧。心动场地是植物园，然后请两位编剧从心动清单里选择道具，并通过体验和试戏为德智和朵朵创作前所未有的心动瞬间。选三个吧。泡泡机。自行车。如果下雨我们就用伞。行。植物园。植物园里有什么？植物。不行。植物园里有什么？松树。松鼠。柳树。慢了。桃花。没有桃花。有。这轰隆轰要下雨啊。上伞，伞的剧情来了。来。离近一点。离近一点。别。你那边也湿了。不，你先撑着。不行，我宁愿自己浇头，也不能让你淋一滴雨。好，我撑着，你在外面吧。哎呦，我这个天气应该撑着伞。我对你发誓，轰一道雷。那个心动，我不知道，我好像年纪大了，我都没有什么事情值得。我心动很难。让我来加点效果。活过来了，哎，这什么东西？芭蕉啊？不知道。虫子。不浪漫。怎么浪漫？我们拿那个自行车试着骑一下吧。What do you think? 行。去哪儿？来，上车。走了。拉宝，哎，走。哎，不行，不行，哎，行吧。可以。哎呀，好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对对，你把着点，哇！你把着点，我的！哎呀哎呀，我要下去了。快乐老家，哦，快乐老家。骑自行车的时候，我有点坐不稳，他这个手就是捞了我一下，那一刻我觉得，哎呦，那种感觉。在那遥远的地方，有位好姑娘。哎呦，过河了！其实猪一直在保护我。可以，我可以。可以是吗？我可以。我就觉得你会相信他，很有安全感，就是很好。那么你心里有小蝴蝶飞的感觉吗？说了女人的心思，你别猜啊。快点，真雨来了，真雨来了！哎呦，真雨来了！真雨，哎呦，真的！哇！我叫儿华，儿华，儿华，儿华！我天哪，怎么回事？哇，这好像是一个电影，你知道吗？就那个雨真的是哗哗哗哗哗哗这样哗过来，我们俩就往前跑，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很像《时空恋人》那个海报，我觉得。哇，这刻要是拍伞应该会很浪漫。我来个打伞的就行。算了。没错，心动不在于道具，不在于形式，而是在那一个你眼中的他眼中的你都变得特别起来的瞬间，心动就像小蝴蝶一样飞了出来。拿我衣服擦一下。谢谢。